我是歌手周深。听说跑男新一季马上又要开始录制了，那这一季我的目标也非常的简单，大家也非常的熟悉，就是逆袭成功。梦想总是要有的，万一是没有，万一不管了，所以呢快开始录制吧。不知道这一季我会不会又多出几个奇幻的身份呢？不知道我在狡辩的时候，或者是我在袒露真心的时候，大部分我都是在袒露真心，我的跑男团的兄弟们会不会选择相信我呢？2023奔跑吧奇幻旅程加油。今天凌晨，新周刊官微突然艾特周深，并转发周深最初大鱼的舞台，并配文，还记得你第一次听大鱼时的感受吗？周深和郭庆合唱的版本演绎出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无可奈何，周深的声线空灵飘渺，在歌曲低回处娓娓道来，高昂处饱满震撼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好像是横越大海一样，有时候会遇到，而有时候需要分开。再听这首歌，你的心境是否有不同呢？小编特别喜欢新周刊配文里说的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会遇到，而有时候需要分开。想想和周深的缘分，很庆幸能遇到这么美好的歌声，也很庆幸有这样的缘分相遇。正如周深在时光音乐会二中所说的那样，每次唱大鱼都会给我一个重新去回顾刚出发的自己的感觉，感觉很像给自己的一次洗涤，就觉得你永远要记住当时是怎么出发的。这两天因为微博之夜的事情，微博上又掀起一番血雨腥风，小编想说能去现场最好，不能去就拿着手机一样能看见现场的舞台，一样可以陪周深走过这段旅途，你说呢？距离周深加盟微博之夜的线下活动又少了一天，3月25号星期六与周深相约在微博之夜盛典，期待周深的舞台。当一开口，大家就知道他肯定是那种很会唱的歌手。周深不只有仙气，人间烟火里的温暖和幸福最抚人心。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周深几首深情诚恳而又温暖的歌。一盏灯光点亮不大的地方，厨房里的热气氤氲了玻璃窗，摆整齐的碗筷摆在餐桌上，吵吵闹闹的孩子在等妈妈煮的汤。这么多年了，天太晒和衣服，那是我们小时候有阳光独特的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家的，辗转天涯的人，你安心往前闯，家就在你背后，别怕也别慌，你是家的一角，一家谁都不能忘。最好的礼物，该歌曲是家庭悬疑网剧《八角亭迷雾》的主题曲，歌词淳朴，曲调朴实，周深的演唱也不同以往，用一种平和的声调娓娓道来。这首歌从词曲到声音都透着生活中的烟火气，非常的贴近生活。第三首《光子篇》。风吹过早晨雾气，昨夜想到你，那时光没有忘掉不变的风。整首歌的词曲均比较朴实，周深用娓娓道来的歌声传递着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人世间的烟火气充满温暖。
第四首《小舍得》。时间慢慢悠悠，却从不停留，他知道什么都带，却从不强求。回忆胖胖瘦瘦，却从不计知道什么会总不够。周深唱生活，唱生命，都能很快感染到人，将美好和力量传递出去。他的声音叙事感太强了，听歌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画面。第五首《幸福里》。记得阳光照进幸福里，堆满平凡四季，各自无敌，只想远方天地，轻声唤我说，你将会去哪里。曲调平时舒缓，几声吉他简简单单，歌词朴实无法，周深的声音也是质朴的，磁性的声音更有质感，并运用气声加强情感的输入。我说可以听我说，跨过千山走到灯火，飞快地掠过春去秋来的不停呼唤的院落，不要失落，就这样听我说。他的歌一股温柔而幸福的感觉在四肢蔓延，身体犹如被温泉包裹，温柔清澈的水流划过你的身体，痒痒的，麻麻的，但又舒适无比。空荡荡的心此时此刻被填满，被熨烫得服服帖帖。他用自己的方式让歌曲感染到人，达到共情共鸣。这个，哇哎呦哎呦，张老师，奇怪了，大明啊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啊，疯了，谢谢，那个我看直播，过来，帮我拿着，就直播的时候，不是赵一博在那块滴滴说睡不好觉吗？真不好睡，哇。床垫，对，深度好睡眠，麒麟门床垫，哇，然后先拿一个先试一下高度和大小，然后合适了，下一瓶就更新。哇，谢谢张老师，谢谢张老师。哎呀，哇塞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兄弟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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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身上都是屎，没事，身上都是屎，那个，哟，你身上都是屎。哎，这是那个谁干的？大康吗？这是那个周深老师干的。哇！哦，哇，再给看一下。哇！哇！小麦，耕耘看着蛋糕眼睛都亮了，对，所以说，说有蛋糕就有蛋糕。我拿着的这个是周深送的，不是我送的。啊，不用撇那么清吧？这个你还有一个对吧？我还有。然后去那个把这个，你看李哥一下就找到了重点，还有，哎，你弄你的吧，我去那个没什么事的，跟我去车里搬一下东西。行，走吧，先喂羊。那个你弄羊的是不是小伟哥？哦，对，那个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先提前结束15分钟，好吧？因为那个家里来客人了，这个也是我也没想到的啊。就是我们先去拍摄一些，看大家。